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云爸。电竞品牌维新推出三款全新电竞周边，分别是七种灯光特效的 GK30 电竞键盘，以及采用欧姆龙微动设计的 GM11 滑鼠，以及超轻量化设计的 GH30。以下快速带大家导览看一次。先看到 GK30 电竞键盘，它的外观非常极简利落，它将外壳收紧到小范围，让玩家的桌面空间更灵活运用，而它的外框也低于键帽，因此 GK30 的 RGB 灯效可以更高调更明显。那 GK30 采用三层结构类机械式轴体，那其实它算是薄膜键盘，不过实际上敲起来感觉很接近红轴。那键帽上做了防泼水涂层，质感更好更耐用，而且下方也做了非常大块的防滑塑胶垫，玩游戏机动的时候也不会意外滑动。在灯效方面有七大种类可以设定，可以直接用键盘上面的快速键直接切换。那接下来让我展示给你看，有横亮模式，有呼吸灯模式，波浪模式，雷达特效，涟漪特效，触动反馈模式，自定义模式，以及特效关闭。那玩家也可以透过维新的 Dragon Center软体调控，看你要左右波浪兑换啊，还是上下对调都可以。那 GK30 电竞键盘的售价是1699。再来看到 GM11 电竞滑鼠，这一支真的佛采用左右手通用的对称设计，按键欧姆龙微动开关高达5000万次的点击，超长耐用度。光学传感器则是采用 PSR PNW3325， 支援最高5000 DPI。那同样支援 RGB 调色，可以直接用组合键切换灯效，灯光会从下方反射光灯效，非常好看。那也可以使用维新的 Dragon Center 软体调控，基本上规格已经攻顶，可是它的售价只要990，真的很佛心。而且维新还有推出 GK30 电竞键鼠组，两个一起买只要2299，省600。最后是 GH30 大耳罩电竞耳机，它采用40mm 大尺寸的驱动单体，定位清晰清楚，高中低音频均衡，而且采用轻量化设计，整个重量只有222克，耳罩非常厚实，长期佩戴很舒适，那不会造成你的脖子酸痛。那预设就是采用不容易氧化的蛋白质耳罩，也可以拆下来换成自己喜欢的材质，有线控，有收纳袋，麦克风也可以拆卸变成纯耳机，那它售价只要1599。好，快速介绍到这边，详情请看维新官网介绍啦。那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抽奖活动，请大家分享留言这个影片，那我就会抽出一组 GH30 电竞耳机。好，不要抄别人的留言，我会检查哦。OK， 拜拜。